喝醉，为了你不眠不睡。我想我会一个人哭泣，而泪眼垂。该不该让我再爱你一回，自己才会好过一些。多情多次的话，他害怕枯萎。没有你，就算花开也不再美。我想一朵凋谢的好玫瑰，花开配绿叶是最好最完美。他伤了自己，伤了别人的心扉，又何必苦苦强求一点怜惜和安慰。我像一朵凋谢的红玫瑰。上刑房门外徘徊了半天，终究不敢进去。想想人生不得已的琐事，想想应下临去的那几眼回盼，心境只觉如麻的紊乱，似火的中烧。我不得不恨在应下周围的人，事情完全被他们破坏了。我是怕人家说闲话，其实我们两个的交往是很坦白的，我们真的没有做过什么不对的事情哎，但是他有家有小孩，而且他不是普通的年轻人，所以大家都反对，是不是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你对他到底有几分感情？你能果断地拒绝他吗？我是怕他做出什么不智的事情来。怎么说，你是动了怜才之意了。既然你有这么伟大的精神，那你干脆伟大到底好了吗？你可以跟他无条件的结合，而不要破坏他的家庭，这样可以保存他的名节啊。这是不可能的，绝对得不到我家人的同意。我母亲她根本不可能答应我跟一个已经有家室的男人结合。那就要看你对他感情如何。如果说你觉得郁达夫值得你付出真爱，那你何不违反一下传统呢？要是换做我啊，我是会不顾一切的。我想我应该让他明白我的心意，总之希望他能理智些。前日寄一块信不见回音，恐信遗失，今再寄一信告知。年关将近，家中一切都未准备，熊儿的衣鞋也无着落，望你收信后能速会家用，以备过年之需。玉仙，小范，你帮我个忙，你把这个首饰拿去当铺去当，不管当多少钱呢，都把我汇到北京的老家去。汇款？你前两天不是才汇过的吗？叫你办就去办，问那么多干嘛？好。玉仙，您不是在等上贤坊的来信吗？刚才到了以后。
对不起，我来迟了。谢谢你的书，我已经看完了。你约我出来只是为了还书？我写的信你都收到了吗？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怎么说都可以啊。你可以笑我，你可以回我，你可以骂我。我怎么能笑你呢？我也……你不笑我，那你跟我一样的痴，一样的陷入不可自拔的深海。我只是不想伤害任何人，尤其是伤害你创作力。那是我最不希望见到的。你不回我的信，你不收我的礼物，对我来讲才是真正的伤害。这几天我一点情绪都没有，我稿子一篇都没有写，书也看不下去。立夏，我快发疯了。你要有这些，这只是你一时的冲动，不会永久的。理智，我还有什么理智？没有错，我是分辨不出我是一时的冲动还是永久的。但是我知道，立夏，你就是我的生命，失去你，我等于失去我的生命了。玉先生，不要叫我玉先生。可为你死的人，你怎么可以叫他先生呢？达夫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你的信我都看过，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好。何况这事是不对的。我是说，你已经有小孩有太太了，是不是？没错，以世俗的眼光来讲，我这种男人已经没有资格去追求女孩子了。但是在我内心深处，我一直在呐喊，这是不公平的，不公平的！我好不容易找到一段真感情，却要被世俗给剥夺，这是没办法的。我活在世俗中，只有接受命运的摆布。不，你想，我想你告诉我，你答不答应？不要管别人说什么，告诉我。用你心里的感情告诉我，你肯不肯接受我？我知道我不配。不，你配。玉香，我情愿失去一切，我也不愿失去你。心满意足。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不要回去，不行。一下。又何必苦苦追问？先到了。哎，这是我北京老家，不是跟你说过我到上贤坊我找应霞的吗？先，这就是上贤坊啊。拉车的。我要到上贤坊，你听不懂啊？上贤坊你听不懂啊？先生，这就是上贤坊啊。你骗我，你拉我到上贤坊去。先生，我没有骗你啊。达夫，你拉。达夫，你怎么醉成这个样子？达夫，来，先走吧。老高，对不起，我要到上千坊去，我要找印象。你醉成这个样子，有话明天再说了。我送你回去。我不要。我今天一定要看到印象。达夫，达夫，
警察不在，你进去有什么用呢？不在。真的吗，奶奶？不在。那我就等到天亮，我等到他回来。阿宝。说啊，待会儿呢，你要后门进屋，先不要到自己的房间里去，然后到厨房把门关上。如果有人叫门呢，就当没听见。等我喊你出来，你再出来，听到没有？为什么？别问这么多了，来，跟我来。应霞，他回来了没有？应霞他回杭州去了。回杭州？大嫂，这什么时候的事情？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呢？昨天的事，他是跟一个姓陈的朋友一块走的。你是说在昆范小学教书那个陈爱梅？哎，对对对，就是他，他们是同乡，杭州的同乡嘛。怎么可能呢？这几天到杭州的车票通通卖完了，你怎么走得成呢？他们可能找到有办法的朋友吧。阿婆，不要走！玉仙，阿婆，玉仙，玉仙，阿婆。白哥，我感觉我印象动了真情了。早知道事情会变成这个样子，当初真不应该答应二南先生把印象带到上海。达夫，昨夜来访，见君醉卧门边，侠痛心莫名。人非草木，孰能无情？但侠为世俗中人，无法跳脱凡尘俗世，应感人言可畏，终不能接受君。君的厚爱，侠当永铭于心。也许来世有缘可以再结连理。侠将于明日返杭州老家，
但求君能淡忘下，重新振作，努力创作，来日大展宏图，扬名文坛，侠将有志祝福，应下从笔。追问谁还爱谁？什么？你要一些杭州的地址？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。帮忙？哼！以为全世界的人都像你一样的疯狂？李佳芝之后回杭州，是因为他比你理智，他想要摆脱你。我怎么可能让你再去纠缠他呢？不用再多费心了，我告诉你，我是不会帮你这个忙的，你走吧。大哥，我不甘心就这样放弃了，我不甘心。是我这样找你非常的冒昧，非常不礼貌，但是我实在是没有办法，我非要找到应霞不可。无论如何，我求求你告诉我应霞在杭州的地址好吗？可是他既然躲着你，我恐怕也不好说什么。为什么？为什么大家都不肯体谅我们呢？乔小姐，应霞她不是躲着我，她是躲着一些闲言闲语的人。你看，内心他也很痛苦，他很矛盾的。他住杭州金刚思想七号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小姐，谢谢你，真的谢谢你。提亲，我和你爷爷可真担心着呢。是啊，时局这么乱，我和你爷爷希望你找个好人家安定下来，省得我们担心呢。妈，人家还要教书呢，现在先不提这些了啦。我好累啊，我先回房休息了。哎，锁锁，锁锁，爷。这个孩子是怎么回事啊？这，当你收到信的时候，我人已经到了杭州，无论如何希望能见你一面。此行可说是最后一步，无论如何要想当面说清楚。如果他人必不见面，那么这次的恋爱，我想就是一场春梦。听说你的婚约将成，我不愿意打散这件喜事。可是王女士，人生只有一次的婚姻，结婚与情爱有微妙的关系，你情愿做一个家庭的奴隶吗？
还是情愿做一个自由的女王。吃一点吧，来，来趁热吃了。锁锁，你怎么了？告诉娘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什么啦。王一霞小姐，上海来的快信。上海创造社。玉记，郁达夫。爷爷，有我的信啊！对对，是你的信。应霞，看你留下的字条，匆匆赶往码头，可惜船已离岸边。幸遇陈女士蒙他好心，告知地址，我将于二日后抵离杭州，望你在家等候。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呢？没什么了，只是有个朋友说他这几天可能要上杭州来，可能会来找我。那好啊，咱们家人本来就少，来几个年轻人热闹热闹。我这就去准备房间。妈，不用了，妈。锁锁啊，你告诉爷爷，你跟这个姓玉的到底是什么关系啊？好，锁锁。你不要跟爷爷说什么普通朋友。爷爷的年纪虽然比你娘大一点，可是啊，头脑可比他清楚多了。是不是他在追求你啊？傻丫头，我们家又不是那么古板，这个自由恋爱。爷爷是没有机会再尝试了，可是你们年轻人大可以放胆的去试试嘛，啊！爷爷，你真的不反对我自己找对象？当然了，这个婚姻是要靠缘分的。哦，虽然你娘提的那些来提亲的小伙子，他们的这个条件呢，家世。虽然都不错了，可是婚姻是要靠缘分的，这将来啊，以后是好是坏啊，全得你自己担当啊。当然，那得要你自己心甘情愿才行啊。爷爷，如果这个人他什么都好，唯一不妥的是，他已经有家室，你说我该怎么办？当然，马上跟他绝交。锁锁，你怎么那么糊涂，跟一个有家室的人来往，这像话吗？妈，人家跟他只不过是……只不过什么？你是一个清清白白的女孩子，亏你上学堂念了那么多书，这种败德的事你都弄不清楚啊！妈，好好，这件事情啊，还是等这位玉先生来了再说吧。啊，爷爷，你答应见他了。爷爷，你怎么连这种事都顺着丫头？咱们家在杭州也算得上是体面人家，万一传扬出去，叫我们怎么还做人呢？这件事情啊，我自有定夺。来者是客，我们读书人家总不能连这点礼貌都没有嘛，啊！这个茶呀，是锁锁从上海带回来的，不错，你尝尝。二南先生，我这次来是……哦，我知道你来的目的。锁锁呢，是我们王家唯一的孙女，从小我就拿着她当宝贝，她人也很乖巧。我是怎么教你的？你居然还跟她来往，她居然还敢上门来提亲，你有没有一点羞耻心啊？我们王家可丢不起这个脸呢。妈，
知道我这样做是不对的，但是达夫他真的怎么达夫的，他是有太太有小孩的人，他居然在外面勾搭年轻的女孩子，他真的是狼心狗肺。妈，他不是这样子的，你见过他你就会知道的。什么？你还要我见他？我告诉你，这件事无论如何我是不会答应的。索索，你还年轻不懂事，这样的婚姻会害了你一辈子的。娘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往苦海里跳啊！万一你不幸福，娘怎么对得起你死去的爹呢？妈，达夫他对我是真心的，我不会受苦的。好了，我看你是被爱情冲昏了头，他再怎么真心，他都是惜家带眷的，他能对你负什么责任？他是在玩弄你的感情。这个你可以放心吧，蓝先生，我与达夫可以用我的性命担保，我不会玩弄一霞的感情的。索索是个聪明人，我相信他不会看错人。不过呢，我们王家也算是书香门第，索索她是一个黄花大闺女，我这个做爷爷的无论如何是不能让她受委屈的，绝不能做人家的偏房。不会的，二南先生，我老家的女人她不会干涉我的事情。也许她不会干涉，可是不论怎么说她还是要做你的小妾，这那说起来还是矮人家一截，这会让她一辈子都抬不起头来。我可以立刻跟我老家女人离婚，这样子应霞不就可以名正言顺了吗？你有这个决心吗？当然当然，为了让老人家安心的话，我可以现在立刻回北京跟我女人讲。不过安南先生，我想在临走之前跟应霞见一面，不知道您答不答应。好，我让他送你一程。谢谢。我想担心的事情不会发生了，你爷思想很开通啊，他不反对我们在一起啊。不，我娘她不会答应的，她很不谅解你。等我回北京把事情办妥，我们就可以大大方方的结婚了，到时候娘她就会同意我们的婚事了。可是你老家她会答应吗？应霞，只要你的心间我的意决，任何困难都可以解决的，你要相信我，为了你我可以牺牲一切，我除了想要跟你在一起之外，其他的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可以发誓。我知道，我全都知道，我也跟你一样。那就好，把我所做的一切都值得。伤风拖久了转成肺炎，让孩子住院好了。你们也真是的，怎么病成这样才送来呢？
恩的话怎么能相信？他这一去就十天半个月的没消没息。妈，你就别再说了嘛。我想出去走走。哎，锁锁，锁锁。啊，好好，你就让他去吧。啊。爹，这个孩子都是被你惯的。婚姻呢，都是天注定的。如果他们真的有缘，你就是阻止得了他的人，也阻止不了他的心呐。就算是把他嫁了别人，那又有什么用呢？到头来啊，还是害了他呀。可是他们这样子不明不白的。我一定让他清清白白的来娶我们家锁锁，我不会让锁锁吃亏。再及时送到医院来，大概不会有事了。对不起，达夫，你没在家，我没把孩子照顾好。好像失魂似的。我是在想，我来这里这么久，不知道杭州那边有什么事情。啊，我忙着照顾熊猫，差点都忘了。昨天杭州有你一封信。达夫，上北京已数日。不知家中情况如何，事情顺利否？盼告知。怎么了？杭州有急事吗？如果很急，那你赶快回去好了。熊儿也快好了，家里就不用你操心。我是想。你是想我们一家三口不要再分散两地，要接我们一起走？不是，阿雪，有件事情想找你谈谈。什么事？就不方便说话，我在外面等你。我知道我对不起，但是我这次真的是万不得已。你也知道，这些年来我一个人住在外面，我精神上孤单得很。好不容易我找到一个知心的人，我想跟他结婚。结婚？你要跟人结婚？你不是已经跟我结婚了吗？我们还拜过堂、验过课，还生了两个孩子啊！知道，我知道，我通通都知道嘛。所以我才求你，
我们离婚好不好？ 真的没有办法再生活下去。师叔，以后你都不再管我们母子了，我们是生是死你都不管了。不会这个样子的。 到时候我会按月寄钱给你们的。寄钱？你都要跟我离婚了，你会想寄钱给我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会跟我这么任性。阿全，不，我不会答应离婚的。这门婚事是由父母给我做的主，是门玉家用花草把我带进门的。要离婚也要有长辈出面。 我不会答应离婚的，阿全，你要害死我！一夜夫妻百日，更何况今夜孩子？难道就不能看在孩子的份上离婚吗？你在外头，我是不会管的。这些年来，你在外面的事，我是从来不过问的，不是吗？ 可是这一次不一样，印象他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嘛。大叔，这次你是认真的，不像以前在外面随便玩玩就算了。我告诉你，我孙权生是玉家的人，死是玉家的鬼。 离婚无论如何，我是不会答应的。
吃点东西。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死心眼啊？他不回你信，一定是他太太不答应离婚，你就把他给忘了吧。娘，他不是这种人，他一定是有什么苦衷不能来。好的好的，给我就好了，谢谢你啊。他有什么用呢？再说人都已经病倒了，无论如何还是先救人要紧啊！啊，嫂嫂，你就快去吧。如果他是病得很厉害，你还是把他接回来，在家里边总是好照顾。是爷爷。几句好大的女人，我怎么跟他们讲？你爷怎么会把人家逼到绝境呢？你看看你，把自己弄成这样，是真叫人生气。行，你真能谅解我们？你难道会答应我们吗？其实，我妈还只是心疼我，怕我将来吃亏。只要你一辈子对我真心，他也不真非要为难你不可。我跟你说，我们俩还有希望了。只要爷爷答应了，我们还是得听他的。哎，这边坐。这茶的味道再怎么说呀，都不如酒来的香。嗯，安南先生，你是不是想喝酒？我可以奉陪啊。等等等等，我有点正事儿要跟你谈，谈完了正事儿要怎么喝再说啊。安南先生，您是想……哎呀，你别二南先生二南先生的了，这样叫得多绕口嘛。我看呐，你呀就早一点改口，叫我爷爷好了。爷爷，您是？很简单呐，你呢就办两桌酒席，给亲朋好友一个交代，哎，免得让应霞他娘啊觉得他这个女儿嫁得不够体面。您的意思是说答应我跟应霞结婚了？谢谢你二南先生，谢谢谢谢。哦，我意思是说谢谢爷爷。哥，我这次专程来送帖子给你的，我希望你跟大嫂能当我的介绍人。不用，我不会去。百刚，算我孙百刚交友不慎，才会有这种朋友。男子汉大丈夫做事这样不清不楚，害人家一个大姑娘不讲，连那么善良的一个糟糠之妻都污了人家一身，你说还算人吗？哎呦，你帮大伙干什么？是两个人的事。再说，二南先生答应你，放大我干什么？对不起，他就是一个直肠子的人，你尽管。你给我出去！我算没有你这个朋友。帖子带走。你这是干什么嘛？不知道买这么小，我
相信你会了解的。休息吧。锁在心房，却不留在身旁。你是随着那雨风要飘向何方？深情的我为你承载凄凉，像是随着那风雨流浪。情如水流，却把寂寞收藏。我是随着那情愁要飘向何方？心的我早已不再狂想，海枯石烂和地久天长。是心伤，是迷惘，受过伤我在想，这些情歌为谁唱？我的梦永远思念惆怅。在心房，却不留在身旁。你是随着那雨风要飘向何方？深情的我为你承载凄凉，像是随着那风雨流浪。情如水流，却把寂寞收藏。我是随着那情愁要飘向何方？痴心的我早已不再狂想，海枯石烂和